跟正常进化的地龙王一样。 地狱元老，洪哥，你亲自解决掉兽皇就算了，怎么连一头王级怪兽也不留给我？哼，罗峰，就是这种晶体，让这条地龙王蜕变的。是的，这头中等领主级地龙，因为它而进化为地龙王。罗汉德森，地狱元老，事实就跟罗峰这小子、罗长老说的一样。 心高气傲的第三元老竟然开口叫罗长老了。行星级就那么点人，以至于战神宫成员达到行星级就会成为长老。就算是莫汉德森，对罗峰也得客气，更何况是在第一元老面前。仅仅一颗晶石，就能让中等领主跃升为王级，这个难度丝毫不下于高等战神跃升为行星级。淡淡的白色光晕。 而且带着一股米香，木牙精，是木牙精没错，不只是木云藤。 难道触手兽也是吃了木牙基因蜕变为兽皇的？不可能。如果触手兽真的是因为木牙基因蜕变的，那数量不会少。那我们赶紧去找。 木牙精，出发！既然有木牙精，那这里能诞生兽皇，也合情合理。看来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先别怪外星文明了，那个印幡舞者只有战神实力，把木牙精揣在身上不太安全吧？在场的人目睹了木牙精的效力，恐怕都有自己的算盘。这一场木牙精的争夺战，已不可避免。 Thank you.
木崖晶是外星产物，它出现在雾岛更佐证了我的担忧。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水晶人说过，那座遗迹实际是名为陨墨晶的外星文明所建造的试炼场，而雾岛下方建造的似乎还是更为活跃的外星文明。但木崖晶本身也是提升武者实力的至宝，它是否是外星文明有意释放还不得而知。难道对方是想用木崖晶吸引地球武者聚集，再一网打尽？不见得，一颗木崖晶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名行星级武者，外星文明用它来当诱饵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不错，就是出于这层考虑，我对这个外星文明是否对地球存在恶意产生了疑问。也对，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水晶人虽然也是外星文明的产物，但他对地球没有恶意。我认为这个外星文明有可以接触的可能。现在我以极限武馆馆主的名义下令，搜寻整个雾岛区域，探索外星文明的同时尽可能获取更多木崖晶。是。妖娆，通知野兽以及其他五名巡查使，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里来。是。野兽，馆主的第三名亲卫，我还从未见过他，但从他野兽的称号来看，他的肉体格斗能力应该极为强悍。馆主让野兽和其他巡查士赶来，等于将极限武馆所有顶级战力集中一次，说明这场木崖晶盛宴很快就会演变成一场血腥大争夺。这颗木崖晶的归属是第一元老决定的，你居然你的实力显然配不上这颗木崖晶。范国是雾岛几方势力中最弱的，敢私藏木崖晶就是自寻死路。你们应该庆幸自己没私藏木崖晶，要不然我不介意再捏死两只蚂蚁。这笔血债我们叶范国是不会忘记的。彼此产生摩擦，这是第一次杀人，你要小心点，这是国家和国家乃至和武馆的争夺，赤裸裸也残忍无比。明白。最顶级强者间的争夺，国与国之间的交锋，竟也如此简单粗暴。你香味难道木崖晶三颗。莫范德森元老，这次你还想在三秒内解决我吗？你端山锥。先走一步。第三元老，那可是整整三颗木崖晶，你就眼睁睁看着罗峰带走三颗啊？你们两人想要木崖晶就自己追，想利用我莫汉德森做梦。我听说在木崖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莫汉德森曾跟罗峰交过手，这么看来当时莫汉德森没有占据上风，甚至吃了亏。那怎么办？
莫汉德森都不敢轻易对罗峰出手，我俩更没机会从他手里抢走木牙精了。把这三颗木牙精的消息散布出去，我们得不到，罗峰也别想好过。馆主，罗峰，你得到了三颗木牙精。是的，馆主。很好，你就待在原地，我马上过来。馆主，从昨夜10:56第一颗木牙精灭世以来，已经有6颗木牙精先后被发现了。这么快？你这次得到的3颗木牙精是迄今为止数目最多的一次发现。按照规定，其中60%归你，也就是1.8颗，暂时取整数，你得到2颗，还有1颗归极限武馆。是，馆主。罗峰，这木牙精非常烫手，如果遇到其他人，你就说将木牙精全都给我，我也会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他们也不敢找你麻烦。虽说你现在实力不错，可如果几名长老联手，你还是会很棘手的。的确，钻山锥虽然破坏力强，但只能单体攻击，如果几名长老联手，又现在远比其他长老脆弱的身躯，的确会很危险。继续吧，悟道弟弟潜藏的木牙精看来还很多。情况如何？昨夜22:56发现第一颗木牙精被地龙吞下，随后蜕变为地龙王被红击杀。23:31发现第二颗木牙精被红所得。23:47第三次出现，也就是最初红分配给印犯的那颗木牙精被欧罗巴所得，同时出现人员死亡。凌晨0:12第四颗木牙精被亚美利加一方所得。此次亚美利加一方和苏维埃特一方大战，导致双方一共3名行星级强者重伤。2小时之后的1:56，第五颗和第六颗木牙精同时被发现，被雷神所得。其他行星级强者虽然眼馋无比，可不敢与之争夺。2:30，罗峰一人得到3颗木牙精，也是人类发现的第7颗至第9颗木牙精。据说这3颗木牙精已经交给了红。罗峰是极限武馆巡查使，也是我韩夏国少将。他获得更多木牙精，对壮大我韩夏国实力也大有帮助。今早6:30，贾谊司令发现并获得第10颗木牙精。8:36。印犯国得到第11颗木牙精，几乎同时，第12颗木牙精为红所得。截至现在，挖掘已接近20小时。照这个石头下去，这场木牙精盛宴会造成不少行星级强者陨落的。他们本该是守护地球的中坚力量。伊斯特，战神宫第4元了，隶属欧罗巴一方，实力仅在馆主、雷神和冰雪大帝莫汉德森之下。某种程度上，他比莫汉德森更为棘手，因为他也是精神面试。罗峰，识相赶紧滚！这8颗莫牙精是属于 HR 联盟和欧罗巴的。这是属于极限武馆的，不知好歹。好霸道的念力兵器，不过仅仅是刚才那样的攻势，似乎还不足以杀死突破后的李妖王。你的念力兵器应该有独特的攻击模式。
其他长老来窥看和分析我遁天锁的秘密。战神宫第四元老，真是老奸巨猾。霸道的念力兵器，不过仅仅是刚才那样的攻势，似乎还不足以杀死屠夫后的李妖。你的念力兵器应该有独特的攻击模式。他在利用其他长老来窥看和分析我遁天锁的秘密。战神宫第四元老，真是老奸巨猾。你们继续。巡查使不会只有这么点能耐吧？这次看你还怎么逃！
这个伊斯特还藏着帮手，而且偏偏是跟我结过仇的法尔。亚美利加冰雪大帝面前，谁敢造次，都给我让开！穆罕德森，罗峰，等一下，穆罕德森，我们联手，穆亚金我们平分。啊！我听说你跟罗峰交过手，他的钻山锥我刚刚也见识过了。即使是黑神套装，也未必能完全防御。但如果是多人联手，钻山锥必然顾此失彼，我们就有机会拿下它。才一个照面，就分析出了钻山锥的不足，这个伊斯特真是精明而狡猾。未尽之计，总会上进。走！
的第三位青卫。这位就是野兽，据说连馆主都承认，在百米近身战斗中，野兽的实力之强，整个地球都无人能出其右。下血本，三大亲卫都到齐了。极限武馆不会抛弃任何一名成员。我还怕了你们不成？红不在乎。来多少人都没用。这八颗木牙晶我要定了。忘记木牙晶，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冷静，现在这阵仗可以说是亚美利加和欧罗巴两国一起对付韩夏国，印凡那边立场还不明确，要是他们肯帮忙，恐怕雾岛的木牙精就没韩夏国的份儿了。对面人多势众，不过现在开战会非常艰难，必须尽快突围。罗峰，精神念师的进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自身武器。可惜你漏算了一把。不好，好啊，就是现在！别让他靠近木牙精！就算接近木牙精了，面对围攻，也没法带走。如果都想得到，不如都得不到。这边。四颗向南，三颗向北，一颗向东。罗峰，罗峰！极限武馆去找木牙精了，我们分头去追。等等，罗峰恐怕是想借此分散我们的战力，再逐个击破。我们得多人一组，避免落单。H2 联盟走北边追赶妖人，欧罗巴走东边追赶野兽，而木牙精数量最多的南边由亚美利加负责，恐怕是因为没人敢跟莫罕德森争吧。他们分成三组抱团行动，无法逐个击破，而且还不知道伊斯特的行踪。最好分开他们，如果不能，至少要做到快速解约。冰山大哥，我们方向一样，不如一起对付亚美利加。
朝鲜的办法。胜算的，木牙精是我的了。可是，在这个方向，除了这个，还有三颗呢。我已经用探测能力引你来到最偏僻的路径。在你回去之前，那三颗木牙精早就被罗峰拿走了。故意把我引过来是吧？别忘了，我亚美利加还有人在那儿呢。趁他和罗峰周旋的这段时间，我先把你废掉，再回去找罗峰算账。就算罗峰遇上刚才与你结伴的长老，他连行星级三阶的你都不惧，一般的长老怎会是对手？只怕在你废掉我之前，就已经失去争夺另外三颗木牙精的机会了。我的人能不能赢罗峰我不清楚，但我清楚你在我手下坚持不了多久了。你多亏冰山引开莫汉德森，我才能轻松击败另一个长老。接下来，果然是念，跟亚美利加长老交手时，我就感到附近有股精神力。你早就察觉到了，却对此置之不理。因为您没有插手。也是，南边的木牙精数量最多，谁不眼馋呢？无论是第三元老派您来的，还是您自己过来的，您都需要我先除掉亚美利加的人，才能在不破坏盟友关系的前提下争夺木牙精，不是吗？有些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
过于直白是很危险的。我作为晚辈也提醒你一句，长江后浪推前浪，哪怕我们人员分散，极限武馆以少敌多的现状仍未改变，你有什么妄言的资本？就算同时与三方对峙，我们也不惧。木牙精是我们的。真是难缠。你是战力最强的一个，不能让他们碰上你。你以为拖住我就行了吗？我们能把欧罗巴和 HR 联盟找来，自然也能找到其他盟友。我们不是三方联合，而是四方。能以一己之力打败两名长老，不愧是第一元老的亲卫。新哥来了，听说新哥平时第六谨慎，但对沈长辰需要处，手段老辣。可否劳驾您到别处去寻找木牙精呢？不可，要战便战，不必拐弯抹角。以野兽为名的不明兽类终归不是百兽之王，而我的名号是狮子王。那就认真打，让我看看你是狮子王还是狮子狗。纯洁之光的尸火神，这是摧毁邪恶的马哈代法。一凡的瑜伽术，这是他们独有的吸收宇宙能量的方式。新哥在快速积蓄能量，请将力量加诸此身，拥作幸福的守护。好恐怖的爆发力！
最强的力量。我才是王者，实心般若音。孔炳家，你成了第九章，百里近战无敌，真的是名不虚传。疯了，他们全都舍弃了自身防御，把我的攻击对方。烫得的差不多了，那叫香蕉帮手。法儿，这笔血债，我们一凡国是不会忘记的。他在哪儿？他已关闭通讯，我们也不知道。想替你弟兄报仇，那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水的流向就能产生极为可怕的力量，好强的吸力。侥幸带到了水里，下次，哎，终于找到你了。
金阁，你疯了吗？欧罗巴与阴派是盟友。发建立忘义，印幡已经重新选择盟友。这两颗木牙晶归你们了。你怎么和辛格在一块？莫汉德森这人不地道，把辛格叫来对付咱们，又怕他找法尔报私仇，就隐瞒了法尔具体位置的情报。以我推测，你应该在与法尔交手，你的坐标就是法尔的位置，所以就把辛格拉过来了。那东边的木牙晶呢？我用这颗木牙晶与辛格做了一笔交易，我帮他找到法尔，一旦找到，他就再也不和极限武馆争夺其他木牙晶。不知道罗峰冰山他们是否顺利。
在没有帮手的情况下，你要如何接下这招？阿炳子之眼，在对上眼神的一瞬间就动不了了。他的念力仿佛在无形之中渗透到了我的意识。这难道是精神念识的另一种攻击手段？精神攻击？只怕你此生再也无法成为第一精神念师了。好险！伊斯特利用阿比斯之眼限制我的行动。如果我挣脱的速度再慢一点，即使有黑神套装，被这十四柄飞刀轰击要害，估计也够呛。不知道冰山大哥对着莫汉德森是否有危险？哪里动静这么大？事情恐要脱离掌控，这里不能拖了。我们之间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切断时间还在可控范围，生命之水应该可以发挥最大效力。元老，冰山说莫汉德森抢走了他手上的木牙精，正在朝罗峰方向赶去。他是奔着那里的三颗木牙精去的，我们加快速度。罗峰，把那三颗木牙精交出来，我还能饶你不死。这小子打算躲到岩层里来规避我的精神攻击，即使如此，你在我面前也是无处遁形。
天真。等我，这里是精神面试的攻击手段，主要分成三种：可悄无声息，渗透入人心里，杀敌于无声无息中。伊斯特为了持续控制我，需要不断将自己的念力送入我的识海。彼此连接，既然你可以抵达我的识海，那这也意味着我能渗透魔法找到你的识海，进而攻击你。进入他识海的精神念力竟然被撕裂了。居然那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时候夺下这三颗木牙晶，上夺风。什么？来不及了。禀馆主，此次我们四人一共得到五颗木牙晶，其中三颗由罗峰所得。罗峰走得不错。封一人就牵制住了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地球上现如今最强的是红雷神，这是第一梯队，经此一役，罗峰怕是要跻身第二梯队，成为超过第三第四第五元老的存在。他
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精神念师了。这次极限武馆转翻了，全是因为罗峰。这次木牙精的消息传开，极限武馆的其他巡查室也赶来了。极限武馆这次战力最强，碰到都躲远点吧。尤其是那罗峰，连第三元老和第四元老都忌惮。哦，觉得这底下还有东西，只是我们将巫岛周围和地底都探索过了，再没有更大的发现。将一长老也因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踪迹提前回函下了。只有第三第四元老，自那之后各方都因顾虑没有再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而且这几天探测到的木牙精数量少了很多，连巫岛的长老也变少了。目标锁定，启动暗示。关主，好，人到齐了。从我们得到五颗木牙晶以来，已经过去三天了。这几天虽未发现外星文明的痕迹，但极限武馆却收获了数目可观的木牙晶。现在我将根据你们各自的贡献分配木牙晶。集体搜寻正式结束，从现在开始你们可自愿选择留下或离开。留下继续搜索所得的木牙晶归你们个人所有，至于外星文明，后续我会派一支科研队伍在雾岛长期驻扎调查。厉害呀，罗峰，这次你可是赚大了。运气，我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要抓紧再找找。嗯，我也想再探查一番。没来过。辅助光脑，拨打虚心电话。嗯，罗峰，你怎么到现在才给我打电话？我要担心死了。我这几天在南澳大陆执行一项机密任务，这次打电话过来是报平安。那你赶紧执行任务，我知道你安全就好。什么 ？SS 级战靴被划破了？好重，这残片得有一吨左右的重量。论密度已经超过了地球上任何一种材料，难道是外星文明遗留下来的？我操控钻山锥都要12股念力的共同冲击才能破开 SS 级材质，
竟然这么轻易就……威力好强，而且在超十倍因素下，这残片竟然没有产生音爆，攻击阻力那么小，如果我用全力，破开兽皇的防御都很容易吧？黑神套装以防御出名，这残片是否也能？去！老天，真的破了！有了这残片，第三、第四、第五元老面对自己，恐怕都是必死。这残片绝对不能暴露，否则任谁都不愿意这种逆天兵器在我的手上。这残片肯定是某个兵器的一部分，密度那么高的兵器，估计会沉到地底更深处。目标已取得外壳残片，改变暗示，开始接引。地底一定还有更惊人的东西。目标到来，舱门已闪，关闭。这里有一个空间，这是门，在地底一万米深处有一扇满是灰尘的门，这难道是地球上从未发现过的古文明遗迹？全金属打造的建筑，得谨慎些。空间很大，但感觉不到生命迹象。它是一座古文明遗迹，这是外星文明的重要线索，我得向观众汇报。打不通，这里应该不会没信号，除非信号被屏蔽了。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时，我一年多无法与外界联络，看来这次我也得独自面对一切。舍不得孩子，讨不着狼。一共289颗，地球各方势力加起来，锁喉木牙鲸的公开数量也才42颗。分布异常集中，难道说木牙鲸本就存放于此，但有一小部分散布出去？
眼里的锋芒，让我不由一阵战栗。这是一具尸体，可我面对他，仿佛是凡人在面对神明。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强者？身高约8米，骨色黑青，却没有毛发。看周围环境，他应该死去了很多年，身体却未见腐烂。近似于黑猩猩，应该和门外那具是同类。这是极限，不是拥有极限躯体的生命。宇宙中竟然存在这种怪异的种族，这三具都与地球人类相似，也有所不同。第一具具有独角和尾巴，第二具的皮肤表层如精密战甲，第三具身高与地球人最接近，但头上也有独角。没有异族特征，体型也极为接近地球人类，或许真有地球人曾前往宇宙闯荡，可惜我已无法从他口中证实。多数尸体的特征与地球人不符，这个不为人知的外星文明到底在地球沉睡了多少年？罗峰，你终于来了。汉语还知道我的名字。巴巴塔，当然，这是翻译成地球汉语后的说法。恶魔，确实有几分贴切。莫非这就是你所属种族的名字？我不属于某个种族，从本质上说，我是一种智能。虽然现在没有身体，但我可以借助飞船特殊装置所生成的能量体，完美还原出与物体的碰撞效果。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它和肉身的区别。它的力量不比我强太多，只是能力特殊。若是能掌握更多信息，我恐怕也不会如此被动。是不是被我的强大给震慑住了？我还没说完呢。其实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升级，我巴巴塔已经可以称为智能生命了。智能生命，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核心智能也在初见时就喊出了我的名字。你们的文字、文化变迁以及历史全部都在我的监测当中。巴巴塔应该和他类似，甚至更接近人类。不过智能的存在是为了选拔武者，而巴巴塔还目的不明。你把珍贵的牧羊精堆在门口，而且对我的到来早有预料，我猜你是利用牧羊精引我过来的，对吧？不知你大费周章把我引来有何贵干？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呀。陨墨星传人，我从未透露过任何陨墨星的相关信息，除非他观测到我使用的遁天锁招式，并辨认出它是陨墨星的秘法。难道你也是陨墨星的？冰哥，猜对了，你还挺机灵。看来我布置在地球的观测者还是能筛选出人才的。观测者，是指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核心智能。想知道更多，就跟我去拜祭主人吧。
为了观测地球并筛选人才，与墨星麾下有大量监察基地。你进入的九号古文明遗迹只是其中之一。基地的核心智能服从着最基本的程序，对学徒级进行筛选，而我则挑选行星级以上的。没想到，已经整整五万年了。五万年？那七具尸体也死去五万年了。他们大多是主人的仆从，当年都是宇宙当中风华绝代的人物。然而，在五万年前，那毁天灭地的一战后，雨墨心被毁，主人他们都……虽然只是一具尸体，但有一种震慑人心的魄力。跪下！我主人乃是陨墨星之主呼延博。这位就是呼延博前辈。你是陨墨星的一员，而且你的遁天梭使用的遁天秘法都是主人的，这些还不够让你跪的吗？他的遁天梭和遁天秘法让我受了罪戒，我的确应该击败他。我问你，你可愿意拜我主人为老师，成为陨墨星未来的主人？拜师？罗峰，这可是大好的机会。我主人在世的六千多万年中，纵横浩瀚宇宙，是真正的绝世强者。他的知识，我都能教给你。六千多年，抱歉，我对宇宙中衡量实力的标准没有概念。用你们地球的话说，你就是坐井观天。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让你知道这宇宙的神秘浩瀚，还有我主人在宇宙中的分量。星球被毁，成员陨落，看来巴巴塔是真着急想选择继承人。不管怎样，我得趁此多了解些知识。我一定洗耳恭听。宇宙中孕育着无数生命，你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就有二十一万多颗行星与大量人类生存。二十一万，人类甚至没能观测到任何一颗拥有生命的星球。不过他们跟地球人不太一样，地球人只是人类种族的一个分支。还有不同分支，
看来宇宙中人类族群的规模相当庞大。刚才的大厅里有四具尸体，很像人类，他们都属于人类种族。宇宙中各个星球、各个星系之间也不是孤立的。银河系与相邻七大星系的人类组成了银蓝帝国，一个宇宙初等文明国度。八个星系组建成一个帝国，光一个星系就有数百亿颗星球，难以想象统治八个星系的帝国是什么样。银蓝帝国在文明程度上远超你们，就算对方派遣星际舰队接近你们，你们恐怕都发现不了，更别说宇宙中等文明了。中等文明？你们银河系也在黑龙山帝国疆域内，作为宇宙中等文明国度，直接控制超过6000个星系，同时还有500多个宇宙初等文明属国，而银蓝帝国只是黑龙山帝国的属国之一。天哪，文明程度远超地球的银蓝帝国，竟然只占了黑龙山帝国的1/5%。那宇宙高等文明呢？统领黑龙山帝国的前五宇宙国，疆域内星系数量超过1亿，辖下宇宙中等文明属国近1000个，这算是人类种族当中最高等的宇宙国度了。银蓝帝国、黑龙山帝国，再到前五宇宙国，宇宙的广阔程度超乎想象，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否有像雾都一样。我主人就算在最高等的国度也能受到礼遇，而银蓝帝国这种初等文明国度对他来说如同蝼蚁。对地球来说，哪怕银蓝帝国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不知呼延博前辈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想知道我主人的实力，得先有武者等级的基本概念，你对此知道多少？我记得从初级战士到高等战神均为学徒级，在这之上有行星级、恒星级，还有宇宙级。不够，知道的还远远不够。宇宙级之上还有御主、界主，而我主人更在界主之上。本来宇宙级就超越了行星级不知多少层次，没想到行星级能在宇宙中做个流浪者，恒星级在边陲行星上也算一个大人物，宇宙级一个星系才会诞生一个，算是一个强者。地球上最强的武者也只能成为流浪者吗？难怪馆主自比为宇宙中的微臣。御主等于是一方霸主，宇宙初等文明国度不敢轻易招惹。而界主更是个土皇帝，想要弄一个星系当领地都轻松得很。一个星系才能诞生一个宇宙级，要成为御主和界主，希望岂不是更加渺茫？超越界主极为不朽，主人和他的仆从都是不朽强者，就算是能让恒星系瞬间湮灭的攻击也无法伤害他们。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银蓝帝国在主人面前等同蝼蚁了吧？一山还有一山高，感觉整个人都热血沸腾了。别想太远，1000个星系才能诞生一位界主，你光凭自己要怎么达到主人的高度？巴巴塔，给点面子吧。其实还有一种办法能让你修炼快上10倍、100倍，那就是夺舍。夺舍。
们地球武者的后代也往往是武者一样，宇宙中有诸多人类种族，通过一代代苦修，让血统不断提升和完善。像是人类种族血统排前十的满卡星人，他们一出生就是行星级，到成年就是玉主级。我拼命修炼，竟然只达到他们刚出生的水平。你可以用夺生秘法，夺取强大血统种族肉体。我主人就是靠它让修炼突飞猛进的。如果我不夺舍呢？舍不得你那地球人的身体，那只能慢慢来了。大概50年到恒星级。500年到宇宙级。5000到10000年到玉主。至于界主，大概要花100000年。不过，你得在我的帮助之下才能做的。太漫长了。地球人类的寿命不过100年，我恐怕……放心，按照地球时间，恒星级寿命是10000多年，每上升一个层次，就能拥有10倍寿命，成为界主，就能活1000万年。成为不朽后，就能实现永生。只要用我的方法，保证你有命修炼下去。现在你明白了吧？要有所成就，必须接受我主人的传承。原来如此。从宇宙文明国度、武者等级，再到夺舍秘法和修炼年限，他做那么多说明，都是为了鼓动我拜师。至于是否拜我主人为师，你决定吧。拜完师，你才能得到主人准备的诸多礼物。你也可以选择不拜师。不过，为了给主人保密，我只能把你灭口了。要继续提升，拜师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有老师教和没老师教完全是两条路。我愿意拜师。你的选择非常正确。在我恶魔巴巴塔的辅助下，你的大名将会传遍整个宇宙。从今天起，你就是主人的第5位亲传弟子，也是唯一活着的亲传弟子。主人生前的秘法要诀，我都有记录。我会替他教导你。主人，今后我就跟着你的弟子了。放心，一切交给我。走吧。接下来，我把主人留下的宝物都清点一遍。第一样宝物叫空间戒指，可用来储存物品。
重啊。这是使用了空间维度变化，将宇宙空间切割出整整3348万立方米，把高维度空间进行降维，再压缩到器物中。既然能切割空间并加以利用，那我要怎么使用？方法很简单，你将一次精神念力渗透进去就行，像地球的指纹认证一样，它能辨认出你的灵魂，从而成为你的专属物品。可以转移到戒指里。啊，拿出来正好。告诉你吧，第二样宝贝就是这289颗木牙晶。那你还把它们推在门口，是早就吃准了我会拜师吗？一颗木牙晶就能让中高等战神跨入行星级，往后你就别自己吸收宇宙中能量了，效率太低，就用木牙晶修炼吧。感觉太奢侈了。这是可以成长到宇宙级，成为可靠的战斗伙伴。至于他怎么培育，回头再告诉你。第四样宝物是念力兵器胡刀盘，价值和遁天梭相差无几，你可以拿来试试，看哪个更顺手。不过他们都不是你现在的最强兵器。还有更强的。还记得你在附近发现的残片吗？就是它。这里实际上是一艘飞船，叫做陨木星号，是我主人花费不少代价才弄到的。这枚残片就是50000年前飞船在经受敌袭跌入地球后脱落的一块边缘残片，那可是不朽强者都难以毁坏的材质，叫做赤混铜母。阿巴塔，我使用刀锋残片能对付什么层次的武者？你现在估计能对付行星级六阶武者，回头让你接受你老师传承，潜能对付行星级八阶。那个啥雷神拼命估计都不是你的对手。雷神，这残片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这残片就是你的第五样宝物，记住了，它的材质极为贵重，连戒主都会眼馋，回去之后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它的价值。第六样宝物是黑神套装，不过你已经有一件了，我就先替你保管着。主人还为你留下三个账户，账户里的大量财富和宝物得在你达到更高级别后才能拿到，你现在哪里也用不了，反而会惹来觊觎。防御用的黑神套装，武器胡刀盘和赤混铜母残片，修炼用的木牙晶，
储存器物，空间戒指。清点完毕，接下来我会跟你离开这里，不过得先把他们带走。他们都是老师的仆从。主人有九名不朽级的仆从，拥有肉身的这五具就是其中五名，那具金色骨骼则是主人的第二个亲传弟子，界主级实力也算是你二师兄。不过当初那一战，他被一个机械族的不朽强者杀死了，就是他。这里留下了许多战斗痕迹，原来是因为他。强者的尸体也是令人疯狂的财富，把那个机械族带上，以后能卖个好价钱。至于你的师兄和五位仆从，就找个机会让他们回归星空吧。受创严重，已经无法再起飞。我现在是数字虚拟生命，在陨魔星号内还能以能量体方式存在，但如果要和你一起离开地球，必须借助器物。左手腕内层有一颗晶核，作为智能生命的我可暂时寄居于此。晶核也有储存空间，刚才清点的宝物我也帮你存放在这里吧。连接到护腕晶核，即可通过意识跟我说话。真神奇！少见多怪。我可是集辅助光脑、意识感应器和生活管家等诸多系统为一体的超级智能，连意识感应器的功能都有。那你能让我进入战神宫吗？那当然，你们那的战神宫只是一个智能主机建造的，论建造虚拟空间的神奇程度，远远赶不上我。这么多宝物，老师费心了。只是，你为什么会选我？我并不是地球上最强的。你们争夺木牙晶的时候，我都测过你们的脑力阔度了。天赋最好的是你，22，然后是一名硬凡的战神16，第三个是行星级二阶的精神念师是15。所以，我们争夺木牙晶也在你的计划之中。那误导的一切，都是你提前策划好的。没错，当初我用三颗木牙晶培育魔云藤，再让误导植物吸收了两颗，成了草木之灵，就是为了吸引强者过来。可那株魔云藤被馆主收走了，所以
我只能再豢养一头黄鸡怪兽。跳中你之后，我再用飞船自有的念力波引导你捡到残片，并来到飞船入口。原来如此。这类生物可不能收入储存空间中。好了，我们可以走了。罗峰，趁着回去，我会赶紧让魔云腾认主。那之前，我先改造下你战机的系统。为什么要改造系统？这系统第一权限是红的，第二权限才是你的，它可以知道你在战机内做的任何事。现在我将红的权限改成第二位，而且它不会有所察觉。魔云腾非常忠心，一辈子只认一个主人，所以认主过程很重要。现在他需要你的血。这小鬼居然在心疼你流血，看来他很喜欢你这个主人。你我一直不敢培育这魔云腾幼体，怕它变强，你实力比他弱，就无法收服。刚才的红色果实是？那是你老师专门为这魔云腾准备的，论价格，比你的残片还贵。你不是说，老师给我的就那些吗？给你的就那些，我储物空间内的是留给魔云腾的。我会严格按主人的计划培养你的。罗峰，等你成为狱主的那一天，我才会认你当主人。你现在可以将它收起来了。这颗果实它需要消化很久。魔云腾与我的意识相通了，原来这就是操控魔云腾的方法。我感觉身上多了一层冰凉的衣服，很舒服。等他第一次进化完毕，就可以给你当帮手了，到时黑神套装也没他有用。
你是你？你不是想保守跟陨落星有关的秘密吗？怎么自己又出来了？我用的是投影技术，能直接在你的视网膜上形成投射影像，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啦。这竟然是一架星际运输舰哎！可惜损毁的太厉害，不然对我们肯定大有用处。这可是馆主的飞船。你笨呐！日后闯荡宇宙，飞船可是必须的交通工具。陨落星号极难修复，我们现在当然得想办法多弄些飞船残骸，才能组装出一艘小型宇宙飞船。组装飞船？那不是小菜一碟？你也不看看我巴巴塔是谁？我是智能生命，我的资料库存储了大量知识。巴巴塔，你说的飞船残骸大多是从古文明遗迹里发掘出来的，而遗迹里能搬走的估计早就被各方势力搬空了。这样一来，我就只能想办法跟我们大国 HR 联盟以及武馆交易，趁我这次用木牙晶兑换宝物，你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好，不过你现在的五脏六腑都太脆弱，根本承受不了宇宙的标准重力。等一下，我先帮你挑一件助你修炼提升的好东西。馆主，我来兑换宝物。这上面连飞船残骸都没见着。有个小宝贝，罗峰，最下面古文明仪器目录下的重力室。这不是整个精英训练营才仅有一台的古文明重力室吗？有了它，修炼速度将会提升近120倍啊！馆主，这古文明重力室我要了，再加两株千年黑乌根，两份龙血，七株草木之灵。好，一共110星辰，也就是5.5颗木牙晶，减去你之前暂存在我这的0.5颗，还需5颗木牙晶。医长，罗峰出来了。冒昧打扰，我是 HR 联盟的议长伊萨多纳，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和罗巡查使一起喝个咖啡。木牙晶，罗巡查使，我就开门见山了，不知跟红交易后你手上的木牙晶是否还有余量。 HR 联盟愿以市面价格的3倍收购。市面价的3倍？100倍价格都赶不上木牙晶实际价值的一半。一枚木牙晶可以让学徒8阶9阶的武种短时间内跨入行星级，而 HR 联盟又掌握着巨量的财富，他们不盯上木牙晶才怪呢。用木牙晶去制造不入流的行星级1阶武者，道听天物。对了，罗峰，你先问问他手里有没有飞船残骸。伊萨多纳议长，你也知道跟行星级武者谈金钱实在意义不大，
我罗峰倒是有些别的兴趣爱好，比如古文明遗迹、飞船什么的。罗巡查使果然快人快语，物品清单三日之内备齐，期待与罗巡查使交易愉快。阿巴达，测试一下我家人的身体素质。罗红国，学徒级三阶；龚新兰，学徒级二阶；罗华，学徒级三阶。我和爸妈竟然也成为武者了。小峰，你刚刚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呀？也就是些平常的补品罢了。爸，你现在试试你的腿。小峰，这爸妈，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什么？小姑还活着？红庆姑婆现在就住在京都基地室，我着急治好您的腿，也是为了让您能跟姑婆一家早日见面啊。找个亲人，至于这么兴师动众？你要接受主人的传承，可是要分秒必争的。以你地球人的资质，浪费一秒钟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差距。这是爸妈的心愿，我变强就是为了保护家人，本末倒置只会让变强失去意义。阿峰，阿文，你是不是正准备带叔叔阿姨去京都基地室找罗红琴奶奶一家？是啊。怎么了？我这边最新得到的消息，罗红琴奶奶突发心脏病住院了。请问罗红琴奶奶是住这个病房吗？认得我吗？你是红国，你是红国。是我，我是红国。红国，你长大了，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永谦，快，见过你红国叔叔，这是我孙女儿唐永晴。红国叔叔，哎，小峰、阿华，你们也快过来。啊，平衡，有客人呢。班长好，地契加到婚礼邀请名单上吧。王心安，你别太过分了，奶奶已经被你气得病重了，你还想怎样？王新安，上次那个叫王新平，京都王家的嫡系继承人，估计是兄弟吧。果然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能怎样呢？还不是只是想把你娶进门。你要清楚，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了头皮想嫁入王家呢。我绝对不会嫁给你这纨绔子弟的。你
敢动手，我就跟你拼命。这你放心，我是个文明人，不喜欢动刀动枪的。就我所知，你们汤家的企业正在被不明财团恶意收购吗？你敬重的大学导师前两天似乎不小心出了车祸。哦对，还有你奶奶的心脏病，原定的主刀医生也刚巧前两天弄伤了手腕。你小子是谁？我是永行姐的表弟，今天刚从江南基地室过来。事无关，别牵扯进去。小谷放心吧，小峰应付得来。永清别怕，这事交给我们家小峰。小峰，今天最早的航班也要过半小时才到，除非乘坐智能战机，难不成医院外的智能战机是他的？这张脸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前几天全球直播的极限武馆全球巡查室救人典礼。我管你从哪来的，得罪我京都王家就别想回去了。上。少爷，这人恐怕来头不小，我们还是……在京都基地室的地盘上还有我王兴安怕的人，给我上。出的拳。距离这么久，对，看来杀伤力很强。我往后退退。我们王家还有战神强者，要多少有多少。哥，江南基地室有重要人物来京都基地室了，他叫罗峰，是极限武馆全球巡查室。你千万别惹他，最好保持10公里以上距离。哥，你在听吗？你叫罗峰。王兴安，现怀疑你与多起武者失踪案有关，请协助我们调查，否则我们拥有当场击杀你的权利。老实点。
效率真高。小峰，我不过是把他刚刚自曝违法的录音发给了一个熟人罢了，他现在应该到了。罗少将，我们又见面了。罗少将刚来京都基地时就碰到了这种事情，实在抱歉。这个王兴安是京都王家的嫡系继承人，平时骄横跋扈也就罢了，想不到他手上还沾着人血。军事法庭会依法从重从快的对他定刑的。这是上次误导一别时你说过想要拿来兑换木崖经的古文明遗迹物品名单，你看看有没有想要的。量倒是不少，可惜都是些不值钱的残骸。按道理一颗木崖经可以兑换无数这样的材料。那是在宇宙，地球上就另当别论了。行吧，就这些，清单我发你。这么多，足有5000吨材料啊，这一颗木崖金恐怕买不了这么多啊。好，成交。两颗木崖金，罗峰你疯了吗？这些残骸连半颗木崖金的价值都够不上。韩夏国是我的祖国，于情于理我都想支持一下我的国家。替爸爸妈妈找到亲人，也算了却了他们一桩心愿。外星飞船残骸的收购也算告一段落。现在，爸爸他，我准备好了。要接受伟大主人的传承，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了。刚刚贾爷的物品清单里，令我想到一个问题：近万年内。不止一个外星文明曾经降临于地球，这不是好事。迟早会有野蛮贪婪的外星文明盯上地球的。建造的私人虚拟空间，罗峰，主人的传承对你来说门槛太高了，接下来我会以实战的方式指导你修炼这里剑门。爸爸塔，你不会是想让我和武大仆从打吧？看你怂的，我不会让他们五个一起欺负你的。他们中乌扎和旧夏是基因武者，多伊、博克多和玄翼都是精神念师，我会将他们设置成与你同等级别。那我的对手，多伊是宇宙六大巅峰族群的精族，精族追求族群强大，多伊是他们中的天才，他不满凡是以群体为先背叛族群，在宇宙中流浪，先后夺食了不同族群的身体，不断追求强大，各方面都没短板，最适合锻炼你。我现在将多伊的记忆输入复刻体。罗峰，我虽然能压低复刻体的战力，但它毕竟存在了几千万年，对你也是极其危险的。
量瞬间停下了，这种对强悍力量的收放控制令人叹为观止。你身上有主人的气息，你是谁？他是主人的弟子。巴巴塔，你居然还活着。让你失望了，多夜，在这个空间里，我就是你的造物主。我命令你往罗峰修炼。那我将你杀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听指令了？前辈，作为主人的弟子，你太弱了。罗峰，忘了提醒你，虽然是模拟战斗系统，但所有的痛苦感知是百分百真实的。这就是不请强者的战斗方式。发展上足够暴乱，在进化的场合中始终面临各种毁灭危机的。难道是我的意识进入了自己的脑海里？这次身体素质在提升，追求刚猛就承受不住超越身体素质的力，还是不够强。这就是死亡的感觉。我刚才他只用了一招。罗峰，那晶体可以随意变换攻击。你在我手下连一招都做不了，没资格当主人的弟子，不如就此抹杀。那接下来的战斗就拜托多一前辈了。我看你还能撑到几时？重山棍！又只用了一招，九重雷刀！他的手居然还能化剑！如果你连碰到我的实力都没有，
但还是放弃入门了。罗峰，是你冲过来。是金刚身，武者因个体差异吸收的宇宙能量主要能转化为金、木、水、火、土、雷、电、风、光线这八种基因元能。罗峰觉醒了，他是金属性下极少见的金刚身。金刚身让罗峰在身体素质上能有多一命之力。就试试这招。本体结晶化能增强防御力，但多一并非只有如此。的灵魂攻击秘法虚空之塔，是你下阶段的修炼课题。罗峰，恭喜你完成第一阶段的修炼，身体突破行星级一阶。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但你离入门还差得远，历练才刚开始。妈，哥还在修炼，你别打扰他。1088倍地球重力。我的自重已超过70吨，光站立就耗费大量力气，而他。修羽魔星号，啊，希望下一批等级能高一点。已经进入重力修炼了。云腾，黑神套装保护不了你，接下来你的死亡会更痛苦。
片了。噬魂铜母，这残片是当年女魔星号被攻击后剥落下来的，因飞船外的能量罩才一同坠落地球。那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用着残片，多伊杀死对手向南毫不犹豫，看起来他好像有点欣赏你了。星球是你突破行星级一阶时形成的，星球数会随着你精神念力的进阶而不断增多。我的精神念力突破二阶了。秘法源自生命体宇宙潜能的科技拓展，灵魂是生命的精神能量形态。身体素质和精神念力都在增长，但秘法令我不足，一直无法对抗多疑。百倍地球重力，罗峰已经能承受超过210吨的自重，但精神念力还未突破三阶。
制作的传承魂印，你拜师时我植入到你识海核心的，眼下一道融合的档口。都敢在升级，断不了了。罗射秘法启动。什么？罗射与莫里奈黑洞理论研究衍生至生命学，发展出的精神能量吸收。封印自主完成了程序迭代，我受初始指令控制了。封印它失控了，不行，封印快出手！你没有灵魂，你不会成功的。你的生命归我了，王峰。记忆、情绪、感知都在脱离我的身体，我在消失。罗峰，不行，我的人生才刚开始，我拼命守护的一切，怎么可能让给你？他的精神念力突然暴涨，其他族群只会追求个体的完美强大。是，那你为什么选择跟随我？因为你打败了我。哼，你一个界主，任何不朽都能打败你。跟随我是需要代价的，你可愿接受？在最后融合升华了全部精神能量救主人，但还是失败了。我本以为已经厌倦了不朽的生命，但在死亡来临时还是害怕了。害怕死亡本就是生命的本性。不，
当你强到能创造法则的时候，所有生命缺陷都能被弥补。可惜，我没机会了。多依使用他最后的生命记忆，把六芒夺舍秘法展示出来，让我感知强者的存在法则。啊、恭喜你，罗峰，你通过测试了。活着真好，即使是虚幻的生命。巴巴塔，谢谢你。罗峰，带着主人的传承，继续走下去吧。受婚姻秘法操控的多伊怎么可能背叛？如果我没扛下来，现在已经消失了。这多伊抛弃一切追求强大，最后却选择了献祭。刚刚又生出夺舍我的想法，生命本就很难界定。但目标是明确的，在陨木的传承面前，一切都可以牺牲。如果现在有灭顶的灾难降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带你离开地球。那我恐怕会令你失望，我会不顾一切阻止灾难降临。三个月来发现的第三头王级怪兽尸体，还有那架运输机装着古文明遗迹的珍贵金属，搜查队在坠机地什么都没捞上来。奇怪的是，即便通过最高灵敏度的金属探测仪，也完全找不到运输机残骸。深海一定发生了什么，这次联合巡航一定要调查清楚。战神凯塔带领的欧罗巴巡航舰即将到达。我的孩子要出生了，我马上就当爸爸了。恭喜啊。怪兽接近，具体怪兽不明，立即派出侦察机前去侦查。三级侦察队马上出发。
速怪兽，无法锁定，无法锁定。各炮手迅速就位，击杀入侵怪兽。有一股生命能量正在快速飙升，具体怪兽不明，能量指数超出观测阈值。这难道是新型兽王？顶低空搜寻，小心怪兽！